你们的小龙虾上齐了。哎，好巧好巧，你们也在这吃饭呀？别理他，要不他又要跟着咱们蹭饭吃了。喂，少瞧不起人，我早就把饭点好了，只是想和你们拼个桌而已。哎呀，都是误会，快坐吧。这还差不多。您的特价海鲜汤。喂，老板，你这又是一碗白开水啊？啊，你仔细看看。你中午就吃这？你懂个屁啊，我这还不是为了攒钱买皮肤，省着点吃也是没办法呀。真香。哎，这小龙虾的汤你们喝不喝啊？汤这么咸怎么喝呀？嘿嘿，你们不喝也是浪费，给我吧。过分了啊，不是说只要汤吗？你怎么把小龙虾都倒进去了？失误失误，我这就给你们拨回去。阿啾，算了，你还是自己吃吧。嗨，别这么小气嘛，你们这儿不是还有一盘吗？两份龙虾一共180，一碗特价海鲜汤9分钱。糟糕，忘带钱包了。苗地瓜，要不你先帮我把账付了吧，回头我再还你。你都欠我们多少饭钱了，脸皮可真厚。不要这么小气嘛，要不是我没带钱包，手机也没电了，这顿饭肯定我请客。哦，看不出来你这么大方。那当然。那正好，我这有充电宝。那也没有充电线呀。我这儿还有线。你这线不匹配。我都有，我的手机电池可是高科技，充电宝可不行。慢着，这个我行。我付还不行吗？哎呦我的妈！